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26号，我们来到了咱们吐鲁番这个丁叔的葡萄地里。丁叔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咱们地里种的这个葡萄是什么品种啊？无核白。啊，种的无核白。啊，无核白。咱们大概种了几亩地啊？我种了四亩地。种了四亩地。嗯。那这个就是，丁叔问一下，咱们就是今年是第几年接触巧克力？今年这个运巧克力嘛，今年5、6年了。经过朋友介绍嘛，这个巧克力好。做实验，通过做实验，这个巧克力嘛有劲儿，特别好。哦，那个咱们也是，就是说5、6年，这5、6年一直在用巧克力。啊，一直用巧克力。包括说是，也是因为说是刚开始朋友推荐以后做了对比，对对，发现一个效果特别明显。啊，对。那个丁叔，咱们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使用效果具体体现在哪方面？丁叔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详细说一下？主要是嘛，这个葡萄的这个粘度好，糖分好，这个叶片粘，叶片大，啊，有劲儿，就这样下来，葡萄有整餐，又好。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这个镜头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这个，包括说看这是我们的叶片，是柔不烂，然后还有叶片，旁边这是我们的一个葡萄，就是。对，这是我们的无核白，因为大家想知道咱们在这边本地的吐鲁番的无核白，它主要的一个是咱们的一个果粉越多，且果肉越大，然后且这个甜度越甜更好嘛。然后可以看，这是我们秘书的一个无核白，大家可以看啊，从我们这个视角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秘书的无核白的一个造型。那个丁叔，咱们就是今年用巧克力用了几次？就今年光上巧克力，光上巧克力用了一次。你看这颗粒，脆大了，颗粒糖分好，果面好，硬度好，叶片嘛硬大，是柔烂的，有劲儿。咱们这个丁叔，咱们这个就是，我看咱们这块地现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松散，这是也是就是说用了巧克力以后的一个效果吧？啊，就是。因为我们巧克力里面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核心配方牛樟素，它是可以去调酸调碱，去改善咱们的一个磁场板结的，就是啊，所以看一下咱们的地质，也就是非常的好，就相对于咱们旁边就其他的地来说，相对来说比较好。对，行，好听，对，特别好，看得出来。行，那个感谢就是丁叔对我们巧克力的一个支持，就五六年对我们巧克力的一个支持。好，谢谢。今年有一个好的丰收。好，谢谢厂家。行，好嘞。感谢丁叔对我们巧克力的支持。好的，好。